国语有声善书。武庙明正堂善书，无极宝训，主注仙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。恭接昊天著书预诏，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。盛世恭接昊天著书预诏，命本堂福神十里外，命本堂城隍五里外，恭迎钦差大臣、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候驾。钦差大臣诸葛上相将。诗曰：七情六欲因人生，死别生离夜雁鸣，万物真情何解脱，谛听老母比情耕。盛世颁宣预诏，神人持香恭立接旨，不得失仪。钦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：朕居尊而见卑，无时不以苍生试念。俗谚有云：老母腾简是天安排，无极老母栉风淋雨，七七驰骋降尔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，七以文章词音挽救祭道之狂澜。惜哉，言者谆谆，听者渺渺，纵有一二世人觉醒南柯梦中，但以九六元灵之总数，回天正道者仍占少数。是以眼观灾劫不断，紧锣密鼓父子漫谈人生大道，因盼悬崖勒马，摆脱欲望，捧道而修，以解老母以门以隔盼尔回乡之慈怀。凯切意义将再开著新书以救世人道悬。今朕颁诏已到，在命天君赵清直任御林军主帅，统三千护驾肃青云路妖气，使娘无有烦扰，命圣化比为正鸾。因此提新铸造无极时法言曰：无极宝训仍依阳历每月第四周降鸾，起造日为甲午年九月初五日至完书为止。期盼世人护法学习，尚未辞心，书成之日令赐功赏。莫负朕意，钦哉勿呼，叩首谢恩。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。盛世恭接老母懿驾，命本堂城隍五里外，命本堂福神十里外迎驾，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候驾。御林军主帅赵天君将。诗曰：护驾不辞皮，新书整试吃，生花油妙笔，拔苦养娘词。盛世恭接老母降鸾，神人俯伏，不得失仪。无极皇母大天尊将。亦是诸贤卿及诸儿女免礼赐座。又是无极宝训开著，今日为娘注以导论，指引阅读方针。导论：无极宝训为何降世呢？因为天时机锋锐下，灾劫频仍，所以必须有教无类，指引灵儿明白修持本末，精进道成而脱劫。本是人伦，末是了脱，因此从人伦到了脱并没有终难捷径，只有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才能从实践人伦明白大道而解脱。人生诸般大小事都有它的大学问，必须深入及体会才能明白精髓。比如以行住坐卧和动静与默而言，体悟行住坐卧的道理，可以强健身心，明白动静与默的常理，可以远离人世纷扰。所以为娘开著新书，并非高谈阔论，而是将尽德修业的基本道理融入篇章，启迪不知修或不明修持的灵儿，了解道德不迂腐，而是人我必须运用的常道，进而由智、仁、勇的三达德义理，体现五达道、五伦，促进太平祥和的世界。一时劝人修善以口，万事劝人修德以书。书的定义在现今资讯蓬勃的世代中，并不局限纸质材料，举凡以文字宣传的招牌或电脑内容，均可以归纳于书的范畴。但是方便的资讯也让污秽的文字及野史造成灵儿心灵毒害，尤其青少年原本被誉为国家未来主人翁，但线下沦为毒赌，迎接下求者不在少数。所以新书之著必以浅显的道理和文句阐论，希冀挽救青少年的灵儿之过而改。道在无极，在天界，在幽冥，甚至在人间，世皆是常轨，是供灵儿修学的平台。所以无极即是人间世，只不过灵儿的视野不同而产生差别心。因此本书之著盼灵儿用心体悟，抛功高而谦卑，行道理而圆人伦，才不辜负为娘因盼之心。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。盛世恭接御诏，命本堂福神十里外，命本堂城隍五里外迎驾，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候驾。钦差大臣太白星君将。诗曰：堕落红尘万事忙，诸天点化性荒唐，勤言宝伐修功果，返璞归真为母娘。盛世颁宣御诏，神人持香恭立接旨。钦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：
镇居凌霄，通关万民，无时不以苍生为念。而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承天应运开堂阐教，深受上天庇重，尤其无极老母更视尔堂为普化尘世婉转道兰之关键鸾堂，是以垂降凡尘，义无反顾挥鸾普渡慈音，感化众生。今复以无极宝训丸转世道人心，因而朕降旨以道班次书例如后：凡铸印白本者，敕准消解冲煞及外灵灵讯干扰，或赐功名符运一成；凡铸印参白本者，敕准消解灵障杀业因果已暗，并赐人生福禄总量1%；凡铸印达500本者，敕准消解因果公案已装，并赐人生福禄寿总量2%；凡铸印达1000本者，敕准消解因果公案2桩，并赐人生福禄寿总量2%及因末劫所致之天灾3度；凡铸印达1000本以上者，敕准增生福禄寿总量5%，并消解因果公案3桩及因末劫所致之天灾3度。凡阅读无极宝训心有所得，却为私藏或不喜阅读随意销毁者，消其功名。凡有福阅读本书却不知转赠或肆意诽谤者，消福寿。以上书立判世人珍惜之，书成之日论功过而讲善罚恶，莫负朕意，亲灾勿呼，叩首谢恩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
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